所以你怎么看台北市这样的情况？如果他只赢成10-11%，当然黄珊珊参不参选会是一个多重要的这个关键哈。那当然现在这个国民党有人喊出这个蓝白合啦哦，那柯文哲讲说。 那干脆这个蓝绿合好了，我民众党不怕夹杀，我有信心逐一击败。嚯，你怎么看这个柯 P 的信心啊？哈，那还有这个，当然朱立伦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你怎么看？朱立伦哦，我记得我礼拜二在157节目里面讲过嘛，后来也有人引用了，就是现在在国民党里面骂朱立伦是显学。对，所以朱立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有点时不我与。我是说到今年11月26号之前，因为照理说他去年8月担任党主席。 当时因为得票很少，我们都说他是史上最弱势党主席，但是他其实他曾经有过机会，也就是在罢免案赢了之后，陈柏惟被罢免之后，其实补选跟公投，朱立伦只要成绩没有打得这么烂，还有林昶佐罢免案啊，就是说这中二补选啦、公投4题啦、林昶佐罢免案，这等于是3场嘛啊，你朱立伦如果能赢其中1场甚或2场，我觉得都很好，他就可以建立起他的领导威信。 但很可惜没有，所以可是现在到11月26号中间没有选举了，没有任何选举了。对，你朱立伦已经没有战场去证明你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可以打仗的战士。对，那因为你之前都打输嘛，所以对你的印象就永远停留在你是一个败战之将。你很难扭转。对，所以他现在要中央集权，让朱立伦去这个集中由他来提名，然后呢，朱立伦也说我会尽快协调。哎。 他手上只剩下这个县市长这个提名权呢，会不会越搞越糟啊？没错了哈、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有一句话、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对，就是拿到那把屠龙宝刀的人啊，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是那把屠龙宝刀如果是被一个武功很烂的人拿到，那只会带来杀身之祸。这个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对，今天党主席够强，提名权当然是他的武器。对，可是当你是弱的时候，提名权会变得害死你的屠龙宝刀啊，因为大家都想抢啊，大家都想抢那把刀啊，真的危险呢。我抢到刀，我就号令天下，我就提名权呢。当然不会把朱立伦干掉，但是呢，很简单嘛，我要不要影响朱立伦？对，你以为战斗蓝赵少康最近在干什么？嗯。 他就是要对朱立伦造成压力，我要影响你嘛，到时候提名你就得听我一点点啦、啊。对，你觉得韩国瑜在干什么？韩国瑜不想有韩家军吗？对，那如果加上侯友宜的侯家军呢？侯家军会不会成型？观察一个指标，就除了新北市之外，侯友宜在其他县市有没有提名自己，有没有支持自己人？如果只是新北市，那我觉得侯友宜的野心就没那么大。如果帮台北市议员站台，对对，那就不一样。如果只是新北的话，我觉得侯友宜野心就没那么大，他只是想我新北市长好好干。那 我有多一点我自己的议员，我将来市政推动比较方便。对，如果他跑到台北、跑到桃园、跑到高雄、跑到台南，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观察指标。所以朱立伦现阶段，你说你虽然有提名权，但是到时候会有很多力量在掣肘你。包含最近郝龙斌为什么出来放话，还有不具名的国民党民意代表讲要讲蓝白合。其实你知道吗？ 现在讲蓝白合的人正好中了柯文哲的圈套。柯文哲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国民党气虚，对，你现在讲蓝白合，你就是在示弱嘛。什么时候国民党在台北市要看民众党的脸色，才能知道自己的候选人会不会当选？真的，哎，这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气虚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民众党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基本上了哈。 我这样讲不怕得罪民众党支持者的，基本上在台北市没有当选的可能了。他唯一扮演的角色是能不能拉下国民党候选人嘛？那如果国民党的够强，因为其实很简单，民进党在台北市只要提名的人选不是太差，大概40%选票跑不掉。我们不管投票率，大概40%。假设民众党的拿掉20%，国民党就完蛋了，就拜拜了。所以。 如果他够强，就可以把民众党压到20%以下。可是现在竟然前后连续好几天有人讲这种话，表示说国民党现在对自己在台北市能不能够把民众党的候选人边缘化一点信心都没有。对，所以才会喊合作嘛。那郝龙斌这个真是他选举怎么会这么外行？你刚刚定宇讲的对啦，不会在台北市说什么市议员跟什么去换啊。那个我跟你讲，每个市议员在参选的时候，我只管我自己会不会当选，我管你起定宇下面人，没错，我先当选再说嘛。对，所以有可能就是用其他的市来换，但是如果你是用新竹市的高虹安来换台北市的蒋万安，这个双安，我觉得基本上高虹安在新竹市的几率也不大了。 哦，真的也不大了。哦，那蒋万安我就不晓得了。哦，蒋万安的问题是在于说，第一个，他的蒋家的包袱他必须去面对，特别是转型正义的问题，他必须要面对。那看他自己怎么面对。第二个就是，其实蒋万安选举其实蛮弱的。嗯，他当选过2届立委，其实2届都是运气很好。哦，2016那一届是因为潘建志跟李彦荣，2个人选票加起来其实大于蒋万安。嗯，哦吼。 好，所以其实他运气真的是很好。那在1对1的对决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这个把握？我不知道，也许他有，也许他没有。但是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他必须要在台北市要展现出一个跟以前国民党候选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这个是蒋万安自己的问题。那至于民众党哦，我觉得，他们最大问题是。 我知道他想在6都每一个选区至少提名1名市议员候选人。好，台北市刚刚小平讲会提8个，因为当然有2个区要提2个。大安文山市里面头提2，对，提二有可能上1，有可能2个都掉，也不一定。好，但是对国民党的确造成很大威胁，他对民进党其实不太会有威胁。没错，他拉不到那个票。可是民众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提名这么多人？ 哦，你不能说哎，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就我去找国民党初选输的，哎，然后我去找民进党初选输的，对，这一招2020年立委选举他们就玩过啊，哦，啊，请问有哪一个当选？一个都没有哎，一个都没有哎，嗯，所以你不是说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嗯。 当然，我知道市议员的当选相对比立法委员稍微容易一点点，因为他不用过半嘛，啊，拿个5%就当选了。可是你要想想看哦，一个选区里面可能有20-30个候选人，每个人都想要那5%，哎，凭什么那5%要给你？你民众党今天你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国民党再不济，国民党有个9-2共识，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就是我的价值理念。嗯，那请问民众党的是什么？ 是蝙蝠吗？两岸一家亲啊！啊，是蝙蝠吗？就是一会变这，一会变那个。嗯，所以柯文哲最后我讲柯文哲哦，我套用一句严宽和竞选 slogan： 做事不要讲插话。你说什么啊？蓝绿合一样，我一样一个一个，有信心逐一击败。逐一击败，你们蓝绿合好了，蓝墨绿我都一个一个打败。你现在自己也不过才4%而已，你是要击败谁啦？半夜吹口哨，你也要把人家突破。半夜吹口哨会尿床啊！ 你也才4%而已，你是要击败谁啦？嗯，等你的民众党的支持度有20%，然后你在6都，好，每一个选区都有至少有1名议员当选的时候，你才有资格来讲这个话。你现阶段民众党最主要任务，这我要特别要提醒小平，他就是要挖国民党的墙角，把国民党给挖垮了。 民众党才有壮大的机会。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垮，民众党永远就是只能当小党了。国民党提33席提满了啦，就是要跟他战了啦。议员跟议员还简单。所以国民党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了，就对了。33席是紧绷了啦，6个选区，台北市议员对。